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们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此刻呢，我们正站在上海大剧院前，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的红毯盛况。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You're now watching the red carpet for the Golden Goblet Award of the 25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and TV Festival. We're bringing you the live broadcast in front of Shanghai Grand Theater.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落下帷幕，今晚星光灿烂，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将汇聚在上海大剧院，他们不仅将为上影节续写新的篇章，更将为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亮丽光彩。现在我们正通过 SMG 都市频道东方影视频道进行现场直播， CCTV 六电影频道东方卫视也将会在今晚向全球来播出金爵奖颁奖典礼，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精彩。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咪咕视频、腾讯视频和百视通为您同步直播今晚的盛况。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美妆品牌迪奥，指定珠宝品牌伯爵，指定腕表品牌积家，明星指定用车凯迪拉克，指定 5G 元宇宙战略合作平台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指定饮用水百岁山等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好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最受瞩目的电影人身上吧。现场热情的影迷们，还有我们全国、全世界各地的媒体朋友们，以及守候在我们电视机前、我们媒体平台的各位观众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位来宾登上红毯。Now let's welcome our filmmakers to the carpet.首先让我们有请闭幕影片热烈剧组导演大鹏，总制片陈芷溪，领衔主演黄渤、王一博，主演岳云鹏，特别出演蒋龙，联合主演卡斯伯、王菲菲、张海宇，特邀出演乔治、杨小健、姚少卿、张运成，有请有请，欢迎各位。哇，浩浩荡荡。哎呀，你们的出场音乐应该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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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气氛了。咱们跟这个电影名特别像，好多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给我们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部电影？这次的电影呢，其实热烈是一个讲述热爱的故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和所有的朋友和热烈一起可以奔赴热爱，然后可以见证热爱的开花结果，所以也希望728和大家一起爱一下。好，黄渤老师，黄渤老师也为我们说一下。对，很简单，热烈配得上这个夏天的一部电影，谢谢。夏天注定是热烈的，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搏一下，搏一下。哇，这个夏天看热烈是非常的，是想让你乐一下，然后大家都得开心一下啊，乐呵呵乐一下。那制作人再为我们总结一下。好的，所以呢，728就让我们一起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哇，有好多小心思在里边。那我记得影片中这个陈硕也说过一句话，只要一直努力就会成功。那我们7月28号和热烈一起啊，用梦想点燃我们的夏天，好吗？好，谢谢各位，欢迎各位，谢谢谢谢，来，请到我们的签名区。好，我们一会儿内场见。大鹏是燃一下、爱一下、火一下、搏一下、乐一下、哇，酷一下、辣一下、皮一下、飒一下、炫一下、嗨一下、闹一下、疯一下。哇，太用心了吧，咱们这个组。再次欢迎热烈剧组。那么我们知道这部影片呢是聚焦了小人物的追梦之旅，讲述了街舞前辈丁雷偶然遇到了追梦少年陈硕，并且邀请他加入自己经营的舞团，一起热血追梦的青春励志故事。再次欢迎你们。
听说月月在这部电影里边演的是一位舅舅。是谁的舅舅？都说舅舅长得像外甥，哦，不是，外甥长得像舅舅。我们期待一下这部电影。咱们这个组啊，就真的是主打一个团结友爱。哎呀，真的很像开班会啊，开运动会的感觉。很期待，今天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闭幕影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谢谢你们啊，自带气氛组。哇，气氛好热烈。好，现在登场的是展映片急救剧组，导演迈克尔斯科菲尔德，片方代表黄静玲，展映片开发者有罪剧组制片人藤井康二三金，导演松本优作，欢迎各位。影片急救呢，是通过白描手法来展现末世求生的残酷，以及人类面对灾难时的渺小。高潮与结尾的初次反转，更是拔高了影片的立意，也深入探讨了复杂的人性。影片《开发者有罪》改编自真实事件，再现了日本 IT 之神金子勇的传奇案件。现在登场的是电影《远大前程》剧组，导演徐磊，出品人、制片人张苗，领衔主演王传君、徐朝英，欢迎各位。欢迎大家。那本片呢，是讲述了北漂编剧魏飞一直梦想成为纯文学作家，但碍于生计无心投入到创作中。父亲老魏来北京本想帮儿子一把，结果却帮倒忙，闹出了不少笑话的故事。那多年未见的父子呢，在北京短暂的磨合及朋友帮助下，逐渐了解彼此。魏飞也由此留住了对梦想的坚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采访区。那其实《远大前程》这部片子呢，我看了这个人物海报，还有15秒的那个宣传片，感觉有一些黑色幽默喜剧的元素在里面。那想问一下王传君，其实这几年接了很多沉静内敛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突破和挑战，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其实是一个特别社恐的组，导演说社恐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人设，我们现在四个人站在这边正好是 INFP。是你们的性格吗？不然呢？我应该说点什么？现在这个角色好，我觉得是导演花了很长时间就是认真磨出来的。导演您说吧。我也觉得这个角色好。那行吧，既然都这么社恐，我们不如就到电影院里看一看吧，好不好？梁总您觉得呢？我觉得远大前程指定能成。好，那我们相信远大前程一定能成，好不好？欢迎，那我们一会儿内场见。好，谢谢，谢谢传君，谢谢。咱这胡子要刮了，我觉得。现在登场的是闭幕式表演嘉宾，歌手胡夏、黄霄云，欢迎二位。现场的影迷非常的热情，让我们欢迎歌手演员胡夏。他曾为多部电影和电视剧演唱主题曲，他极富少年感的嗓音和外表让人印象深刻。歌手影视演员黄霄云在今年也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歌曲《绿水青山》，也非常期待二位精彩的演绎。好，霄云，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谢谢远大前程剧组。好，我们请霄云和夏夏来到我们的签名区。现在登场的是动画电影《百变马丁怪兽大作战》剧组，著名动画制作人导演张天晓，总编剧孙平，著名配音演员为本片主要角色年庆配音的童自荣，那他们也带着电影的主角可爱的马丁公仔登上红毯。
可以说享誉中外的动画片《百变马丁》今年推出了大电影，讲述了马丁和他的小伙伴们再次踏上征程，挑战大怪兽，给松影镇带来爱与和平的故事。这部大电影呢将于今年的暑期上映，那下个月我们也期待马丁的再次华丽变身，和马丁一起开心做自己。再次谢谢我们的童子荣老师，非常低调，很早就来到后台候场，谢谢我们的老艺术家对于中国电影的支持，感谢。现在走上红毯的是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参赛片代表，他们是影片《情深素意》导演杜明丽、杜笃迪，女演员泰克·尼古拉。让我们欢迎参赛影片《约瑟夫的儿子》剧组代表豪巴姆·帕班·库马尔、雷布本·马尚瓦以及潘杜朗、普拉尔哈德，欢迎各位。参赛影片《被惹怒的电影人》导演、编剧、服装设计、制片人梅赫迪·法德·加德瑞，剧组成员莫哈麦德·安明、伊玛姆·戈利内贾德和扎赫拉·阿奇德·哈克，副导演法尔扎内·弗鲁哲什，欢迎各位，也预祝各位今晚能够摘得金爵殊荣。Okay, thanks for coming. Please sign your name, please, here. You can sign your name all together and take the photo together. Yeah, I think just you can sign the name all together. All together and look at the middle, take a photo together. Okay, let's take a picture. 3, 2, 1.现在登上红毯的是今年金爵奖入围影片《火种》剧组，导演、编剧康纳·奥哈拉，演员乔治·索纳，演员威尔逊·姆伯米奥，制片人马克·弗利尼奥。Welcome。那影片《火种》是导演康纳·奥哈拉以自己年轻时失去朋友的真实经历为灵感，自编自导创作的长片处女作。影片讲述了年轻的西德患有无法治愈的癌症。他将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变成了一场歌颂生命、爱和友谊的难忘时光。再次欢迎你们。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宝乐丽家中国董事总经理郭冰晨 Chevron Cotton Bizum 与演员蓝莹莹。作为全球酒类巨擎，中国进口酒类国际集团中的翘楚，宝乐丽家早在30多年前就进入中国市场，并长期耕耘于此。其中超过300年历史的干邑标杆马爹利是现存最古老的干邑品牌之一，更是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指定洋酒品牌。马爹利秉承的飞翔精神，一如中国电影人的不断飞翔勇攀。他们跬步千里，他们不断求索，他们让中国电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飞翔的人生有万般可能，马爹利始终相伴同行。现在登场的是金爵奖入围影片《遗迹》的声音剧组，导演、编剧马尔塔·拉拉纳，演员、作曲劳尔·瑞弗雷，剪辑师尼拉·努涅斯。Thank you for coming. 这部影片为我们讲述了西班牙知名音乐人劳尔·雷弗瑞追寻着有500多年历史，由民谣、民间传说组成，靠当地妇女凭借记忆代代口口相传的口述传统。
他们走进最后一代继承人的生活现状，用黑白影像保留下这一看不见听得着的历史文化。我们也预祝他们今晚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欢迎你们。现在踏上红毯的是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参赛片代表，他们是参赛影片《不虚此行》剧组，编剧导演刘嘉英，演员胡歌、白客。让我们欢迎参赛影片《寻他》的导演陈世忠，制片人严云飞，出品人尹香金，主演白客、张本玉，欢迎你们。欢迎参赛影片《第八个嫌疑人》的导演李子俊，编剧周问如，领衔主演林家栋、孙杨，欢迎各位，也预祝大家能够摘得金爵殊荣。现在登场的是今年金爵奖参赛影片《人生初日》的导演保罗·杰诺维塞 ，Welcome。那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格诺维塞所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四个准备自杀的人遇到了一个拥有超能力的神秘人，神秘人让四人向前穿越时空，看看他们在走后一周内发生了什么，是否会改变选择的故事，也预祝他们今天晚上能取得不错的成绩。现在登上红毯的是今年金爵奖参赛影片《你好，妈妈》的导演山田洋次，制片人房俊介，剧组代表松浦健、又饭田介贵、阿布雅人、Maruya Yugasa、顾晓东，欢迎各位。那这部影片呢，为我们讲述了因工作和生活压力日益疲倦的昭夫决定回东京看望他的母亲，在遇到有些爱管闲事的邻居和他从未见过的母亲的另一面之后，昭夫逐渐开始发现一些生活中不曾注意到的温暖点滴。那这也是91岁高龄日本国宝级导演山田洋次继《母亲》《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后的《母亲三部曲》收官作。欢迎各位。其实山田导演也是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上一次来是6年前。那想问一下，这次带了这一部新作《你好，妈妈》来到电影节，昨天还进行了映后，大家都说很感动，能跟我们聊聊您想和影迷朋友们说什么吗？上海の映画祭並びに映画祭に参加する大勢の観客は本当にね、みんな僕にとってはフレンドリーで、温かくて、嬉しいです。来てよかったと思ってます。嗯，那请顾晓东老师给我们翻译一下。来上海参加电影节，所有的观众还有所有的朋友，都对我非常的友好，非常的温暖温馨，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那我们也想跟山田导演说，其实很多粉丝们昨天进行映后以后都说大家都很高兴，他那么年纪大了还是用心在感受生活，非常感动。好，我们再次感谢导演携带我们的剧组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谢谢，那一会儿我们内场见。好，阿里嘎多哥，谢谢，阿里嘎多。好，我们到这个签名区先。接下来为我们登场的是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组，有请导演谢君伟、邹静，制片人宋依依，欢迎各位。欢迎你们。我们都知道《长安三万里》是以唐代历史为背景，讲述高适、李白之间的跨越数十载的动人情谊，以及大唐群星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追逐人生理想的精彩故事。欢迎你们的到来。本片用动画的形式呈现，让观众感受到诗人的豪情壮志和蕴藏在唐诗中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让我们也期待影片7月8号的正式上映。这样的电影作为小学生家长，我觉得一定是带孩子必看的。好，接下来为我们登场的是学霸剧组，欢迎各位，欢迎黄渤。让我们欢迎监制、主演黄渤、导演、编剧苏亮，还有可爱的小演员单宇豪。那这部影片讲述的是雷家父子在层层内卷的鸡娃困境裹挟之下呢，不惜追求解题之路，最终实现了共同成长的故事。这是一部展现中国万千家庭面貌的镜像式现实题材电影，引发观众深度共鸣。好，欢迎各位。咱们这个学霸剧组刚说了，这是一个跟鸡娃有关的。在生活当中，我们鸡娃都知道，有的时候娃没鸡出来，爸妈就学得还挺好的。想问一下博哥，这部电影里边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没有？对，我通过这一个电影已经就收获了很多的过程，其实也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到了这个电影里边来。这次特别高兴，想问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开不开心？开心。好吧，确实挺开心的，已经在后边已经叽叽喳喳一晚上了。二年级的小朋友特别可爱，而演技特别好，是不是？对对对对对，非常棒，也期待大家能够看到他的精彩表演。好，谢谢学霸剧组，谢谢。好，也感谢，谢谢。谢谢。哇，今天我这个衣服的配色也是很神奇，红绿灯吗？是。多巴胺配色，我跟导演还有我们的这个宝贝儿。精心配的，精心设计的，是不是？那我们期待看到电影，看到雷氏父子。好，欢迎各位。好，谢谢，请到签名区。谢谢。这个衣服配色还是很讲究的，因为鸡娃的时候啊，为什么真的是缺多巴胺？要让我们安抚一下。这个你感同身受。哎呀，太累了，带孩子写作业。现在登场的是电影《八角笼中》剧组，导演领衔主演王宝强，领衔主演陈永胜、史鹏元，主演王迅、张一彤，欢迎各位。欢迎大家。那这部影片呢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历经6年打磨，讲述王宝强饰演的向腾辉带领一群孩子突出命运重围，探寻人生出路的故事。让我们期待影片能够早日与影迷朋友们见面，欢迎你们。这是我今天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因为我也是综合格斗的一名粉丝，特别感动你们把这个题材搬上了荧幕。但我个人特别想问，因为之前宝强我看到一篇采访中说到你欠观众一部好电影，你觉得这一次还上了吗？我觉得八角笼中这次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这是我用了6年的时间来拍摄来投入，我说这是拍给老百姓看的一个电影，而且的故事还是人物都是能和大众能观众能产生共情，能走进观众心中非常
深的这个故事啊、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昨天有在对在电影节这个展映，很多观众看到，对都能感受到这部电影是一个用心非常真挚、有力量、有能量啊这样一个电影，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故事的故事的电影啊。所以我希望，7月6日会上映，全国上映，到时候大家记得来看，嗯，一定和每一个人都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共情，嗯。谢谢宝强，也谢谢你们的电影，希望能够真的改变孩子们的生活。谢谢，再次感谢，来，请到签名区。现在登场的是电影《不躺平俱乐部》婚庆之王剧组，导演张大鹏，演员黄米一、李佳琦，欢迎。欢迎各位主创。那么作为一部风味独特的爱情喜剧电影，讲述了一对被生活毒打后的年轻男女偶然撞入彼此世界的故事，让我们期待影片能够早日和我们影迷朋友们见面。现在走上红毯的是今年金爵奖参赛影片《658公里杨子的旅途》，导演熊切和佳，编剧市井孝介，演员菊地凛子，制片人小室直子，欢迎各位。这部影片为我们讲述了梦想受挫的杨子，一看到父亲的讣告为契机，搭便车前往24年未归的故乡青森的故事。导演熊切和佳将日本知名电影项目征集大赛鸟屋创作者计划中的获奖原剧本搬上荧幕，那这也是演员菊地凛子与熊切自空之学后时隔22年的再度合作。是的，欢迎各位。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菊地凛子，这一次我们的这部影片入围了金爵的主竞赛单元，有什么想和我们上海的影迷朋友们说的吗？菊地さんに聞きたいですけど、今回ようこ上海のコンペティション部門に入って気持ちはいかがですか？上海の観客に何を言い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すか？すごい大変光栄です。本当に初めて上海来ましたけれども、本当皆さん温かくようこのこの作品を迎えてくださって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我感到非常光荣，这次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非常感谢大家。放映完就大家的反响和感受都非常好，那很期待看到，那也欢迎各位，我们一会儿内场见。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杨子旅程的剧组，谢谢你们，谢谢。现在走上红毯的是本届金爵奖动画单元参赛片单表，他们是影片《海豚男孩》剧组成员穆罕默德·哈利德·达菲·法拉。欢迎参赛影片《土狼》的四个灵魂剧组成员雷卡·唐普、鲁道夫·邵伯。参赛影片《钟馗》剧组成员王宇希、黄山川。以及参赛影片《尖头的全太》剧组成员西泽昭南、西泽雅惠、青木青光，欢迎各位的到来，也预祝大家今晚能够摘得金爵殊荣，欢迎你们。现在登上红毯的是影片《他的礼物》剧组，导演、编剧、演员李飞，演员张本玉、韩浩林，欢迎各位。那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对兄弟结伴回家，为父亲操持了一场错漏百出的纪念仪式，在经历了一场
啼笑皆非的故事和事故之后啊，迎来了一份悲喜交加的他的礼物的故事。欢迎我们的剧组，我们的李飞导演，我们都知道上一部作品《两只老虎》让人印象很深刻。那这一次听说您的作品是根据你的真实记录、真实故事来的，那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我们三个，本玉、浩林，我还有张苏门老师，我们四个演艺家人，我们这家人姓梅，这个电影是我们这一家人送给彼此的礼物，难忘的瞬间太多了，等大家到时候电影里面见吧。一定要到影院亲自看，谢谢，对不对？好，谢谢。谢谢，小伙子也长高了，哇，一下子长大了，谢谢你们，来，请到签名区，欢迎，谢谢，欢迎，谢谢。现在登上红毯的是本届金爵奖纪录片单元参赛片单表，他们是参赛影片《焦虑贝鲁特》导演扎卡利亚·贾比尔，让我们欢迎参赛影片《马哈茂的中年激情》导演、制片达沃德·阿卜杜勒·马利基。接下来走上红毯的同样是参赛影片《摩西的间谍》的导演伊兹克·勒纳，制片埃里斯·勒纳。让我们欢迎参赛影片《走线》的导演、制片努里亚·克拉维罗、劳拉·克拉多，剧组代表埃托·帕拉西奥斯。参赛影片《少女与马》的导演杨丽娜，摄影薛明。影片通过一年四季的轮转，为观众展示了马术这一项竞技项目的训练和比赛过程，以及运动员与马伙伴之间共通的情感。欢迎导游到来。那我们也采访一下《少女与马》的剧组啊。其实我们知道杨丽娜导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女性题材的作品，这次是纪录片，聚焦的是六位可以说是马术少女吧，她们和马之间的故事，能跟我们具体讲讲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一群人？对，因为这群女孩她们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差不多是2000后。对，因为在看到她们和马之间，她们那种千锤百炼和马之间的情感，那种纯真非常打动我。对，好，谢谢，非常期待，非常期待这部纪录片，再一次感谢。好，那我们先到我们的签名区，欢迎，谢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越来越多的关注到我们的纪录片。是的。现在登上红毯的是本届金爵奖短片单元参赛片代表，他们是短片《知了》、《打破温室》、《燕子》、《梦想美丽海洋的那条鱼》、《被困在鱼缸里的那条鱼》。让我们欢迎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我们的红毯，欢迎短片《无限》、《中场休息》、《雇员》、《节日礼物》、《兽皮》、《我来自海洋》、《最后的语言》剧组，以及短片《倒春寒》、《偷来的旋律》、《乘客》、蜜蜂与苍蝇、追寻那只鸟、他问。欢迎各位的到来，也预祝各位今晚好运。现在登上红毯的是电影《雄狮少年二》剧组，导演孙海鹏，出品人、监制、制片人张苗。
出品人、制片人程海明，欢迎。欢迎，我们看到剧组代表们也带了非常迷你的醒狮的狮头来到我们的红毯。那这部影片《雄狮少年二》继续为我们讲述阿娟的成长故事。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上海闯荡的阿娟，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同意加入求真拳馆参加上海格斗之夜武术比赛。那为此呢，他必须凭借武师打下的传统武术基础，在实战中学习提高，战胜所有的高手、偏见和自己，去证明中华传统武术的价值，去证明自己依旧是那个威风凛凛的雄狮少年。雄狮少年真的是又搏一个好彩头，期待你们的第二部。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影片《封神》第一部，主演黄渤、于适、紫砂，欢迎三位。可以说《封神》第一部这部影片呢，是坚持高度统一的美学风格，以元明道教水陆画作为基础，融合商周青铜器美学元素以及宋人山水，将中国经典的美学形态融合再创作，让我们共同期待。博哥今天好忙啊，哎呦，好多电影第三次。对，其实忙不是一个目的，而且每一部都精彩，它才是一个目的。而且今天又把重中之重这个放到了最后，你要穿得这么隆重，想给大家还是认认真真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电影。太好了，因为这部电影我也很期待，《封神》的一部，您演的是姜子牙，仙风道骨，然后是要给纣王递上封，哎呦嚯，哎呦，这个细节可以，哇，每个人都有，都在这里哈，都有名牌。你是哦，姬发哦，哇，姬发哦。果然帅气哈，那个咱们这次纣王是咱们小时候的偶像费翔老师演的。我特别关心啊，如果让您用一个词儿来描述一下你们戏里戏外的关系，您会用什么词儿呢？就是那叫什么，神从天上来。神从对，真的。戏外也是，那真的是我们小的时候见证过那一代的偶像。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粉丝见到偶像也很疯狂，但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不可想象，那是第一代偶像，第一代男神啊，能够大家一起完成一个这样的巨制就很开心。又有新生代的啊，完全可以相信、值得信赖、充满希望的新生代的演员，这个对这个电影也是充满了信心。那戏外是这样，戏内我看到姜子牙给这个纣王也是商王递上了封神榜，戏内是什么样的关系？戏内啊，对，戏内，哈哈，那可就不太一样，有反差。这他就是完全我的对立面啊，是我们的对立面。是的，对，在一步一步的封神里边，会不断的给大家push出来我们里边层层叠叠的关系和一层一层的压力，一点点解锁。对对对。好，谢谢，再次欢迎我们封神第一部剧组。那我们先一步我们的签名区，一会儿内场见。好，谢谢各位，谢谢帅气的激发。《封神榜》里面真的对姬发的容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写。怎么说？就是很帅气。但他们每个都很帅气，我觉得姜子牙也很帅气啊。姜子牙那个岁数出山了，我们期待电影里的造型啊。满头白发、白胡子、白头发。你们是有多少细节啊？袖口也有，领口、袖口。你们如果还有一个细节，我就服了。我还有，口袋里还有。真的假的？还有啊？哇塞，厉害，太用心了。
应该是没有了。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封神第一部的剧组，谢谢，预祝你们票房封神。现在登场的是电影《表白吧》在毕业前剧组，导演宋晓雯，演员曾科郎、卢冕达，欢迎各位。这部作品聚焦毕业季大学生的爱情与人生抉择，讲述了风云校园的顶级帮手王心远为了混进毕业舞会，向暗恋的校园女神成功表白，误入三天两夜疯狂冒险的故事。影片《表白吧》在毕业前以其独特的中二无厘头风格，呈现出当下年轻人不被定义的青春姿态。那喜欢校园青春片的各位影迷不要错过了。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及指定珠宝品牌 PRG 伯爵中国区行政总裁柯尼娜 Sonia Carpentier 女士以及 Guillaume Carpentier 先生， Welcome。 自1874年创立以来，伯爵始终秉持着永远比要求的做得更好的品牌精神，缔造出无数高级珠宝珍品，耀目展现优雅一步机的独特风格。为支持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 PRG 伯爵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再度携手，与三大电影院校合作开设非凡大师班，并设立非凡青年影人教育扶持计划奖学金，为电影艺术的永续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感谢伯爵对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支持与信任。现在登上红毯的是本届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参赛片代表，他们是参赛影片《奔驰》的导演艾苏丹·塞特，制片人耶尔·克布兰·库里什巴耶夫，编剧阿布莱·努尔曼·别托夫。让我们欢迎参赛影片《星期日》的导演肖基尔·霍利科夫，摄影迪约尔·伊玛·马托夫。参赛影片《漫漫长日》的总制片人梁琳，制片人王雪英，导演王子川，演员岳浩，特邀演员贾子谦，摄影张恒以及鸟人，欢迎各位的到来。请问你怎么签名来？请到签名区。你的眼睛在哪里？今天上海也是不凉快啊！谢谢你们的用心，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创设于2019年，是完善新人培育、打造阶梯型新人孵化体系的重要举措。
那现在登上红毯的就是短视频单元导师陈翠梅，以及入选推荐作品创作者代表王静熙、徐王良、宋烨、张夏青、李伟、夏毅、王爵。同时让我们欢迎程培轩、卓兰、刘子端、蒋佳云、施向宇、董豪廷，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走上红毯的是咪咕优秀 VR 作者创作者陈静书、范帆。那今年呢，中国移动咪咕携手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的身份联合发起了短视频单元，并聚焦 5G 加 VR 超高清技术，在短视频单元开启了 VR 内容的征集通道，从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优质的 VR 作品，恭喜两位。那同时呢，我们要欢迎的是48小时影像挑战赛极限挑战短片荣誉获得团队主创代表夏梦。该活动以现实、现场景和主题抽签创作为核心赛制，要求创作者在48小时之内完成从文本创作、现场拍摄到剪辑成片的全流程，最终提交一部时长10分钟左右的短片。恭喜该团队，也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红毯仪式。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一闪一闪亮晶晶》剧组，导演乐晓，领衔主演张静、蓝盈盈、曾黎、刘佳，欢迎各位。欢迎你们。《一闪一闪亮晶晶》是华语音乐歌舞片的一次大胆尝试，记录了30年间中国家庭亲情关系的变迁，展现了三个平凡的家庭藏在柴米油盐背后的欢笑与泪水，以音乐和舞蹈为情感纽带，追求中国式亲情的永恒温暖。欢迎各位。那我们知道这部影片是一个歌舞片，但是呢，我觉得几位演员应该都能歌善舞，但听说张静还是为了这一部戏可以说是提前进组练舞蹈，能不能跟我说一下这个角色的挑战在哪里？其实歌舞电影跟舞台上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是根据剧情角色去肢体表演和声音表演，所以它跟单纯的舞台是挺不一样的。我们提早进入这个剧组去训练舞蹈，也是去感受那个角色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它不是说单纯的要伸个手，其实是提早去体验角色用舞蹈的和唱歌的方式去表达，只是换一种方式去接近角色。对，那这一次演的这个爸爸说是小丑爸爸，能不能为我们说说为什么叫小丑爸爸？因为这个爸爸他的职业是一个小丑。但我也没演过小丑，也是第一次，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他最大的不一样，这个爸爸是儿子教会了他怎么做爸爸。所以还有很多这种父子之间的这种情感联系，非常感动。好，很期待。我们做爸爸的哪一个不是被儿子教会做爸爸的吗？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切入点就非常准。是，想问一下我们曾丽和莹莹啊，因为听说这部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的歌舞片段，你们拍起来是不是辛苦还是过瘾？有哪一段让你们印象非常深刻？好，那我先来。其实对于我来讲，我那一趴歌舞在另外两趴当中是相对含金量比较小的，我更多的就是唱的有一点，然后就是有一点戏曲的元素在里面，也是算一闪一闪亮晶晶当中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小小亮点。我在一闪一闪亮晶晶中非常有幸跟刘佳老师合作，大家都知道刘佳老师是一个又能演然后跳舞又非常非常专业的舞者，然后呢很开心，谢谢乐晓导演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在戏里我有大量的和刘佳老师的共舞，然后刘佳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这都是我的第一次尝试。相信观众们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在这个戏里感受到的快乐。好，谢谢我们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剧组，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感受这份歌舞的真诚，谢谢各位，非常期待一会儿那场见。哇，还有一个好给我们展示一下还准备了什么。还准备了一个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不是现在网上最流行的拍照方式吗？
这个够少了。没事，我们那边还有拍照区。我们一会儿到我们的拍照区再给大家做一遍，好不好？我们也照顾一下这边的摄影师啊。我们一会儿这个造型再摆一下。非常期待一闪一闪亮晶晶。传说这个姿势应该是网上零零后对零零后特别爱的拍照姿势哈 ，Z 世代特别流行的动作。现在走上红毯的是中国移动咪咕上海公司运营总编张曙光。以及香港知名演员陈法蓉小姐，欢迎二位。欢迎两位，感谢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指定 5G 元宇宙战略合作平台中国移动咪咕公司，短视频单元官方视频彩铃合作伙伴中国移动视频彩铃的大力支持。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聚焦元宇宙，赋能影视产业，致力于打造极致体验好故事。现在登录咪咕视频，来星际广场发现更多新奇互动玩法，精彩影视内容尽享元宇宙影视嘉年华。好，现在走上红毯的是本届电影节金爵纪录片单元与动画单元评委，他们是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瑞士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弗雷，评委北马其顿优秀剪辑师阿塔纳斯·乔治耶夫，以及中国内地导演居安琪。让我们欢迎动画单元评委会主席日本动画制作人真木太郎，评委英国动画片导演保罗·威廉姆斯，以及中国香港动画片导演黄家康，欢迎你们。 Welcome。 现在走上红毯的是今晚金爵奖颁奖嘉宾代表，他们是中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黄建新，中国著名影视演员梅婷，中国台湾导演、美术指导黄宏，影片《甜蜜的家》的日本导演斋藤工，制片人中村洋介。让我们欢迎中国著名演员、制片人巫君梅，美国实力派亚裔影视演员、意大利著名演员玛利亚·加西亚·古辛纳塔，欢迎各位以嘉宾的身份再次光临到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欢迎 Maggie Q。 欢迎欢迎 ，Welcome everyone。那首先想问一下，巫君梅老师，侬作为上海人，跟我们用上海话去打个招呼好吧？大家好，我是巫君梅，交关开心今朝能够辣海廿五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走到红毯高头。哎呀，葛么百科里作为新上海人是不是也用上海话问嘛？就是啊，导演帮我讲了，侬是上海人，我是新上海人，让我用上海话问侬问题，就是侬对搿上海的城市的情怀，哎，情怀上海话怎么说？景观是哪个样子啊？景观，哎呦，妈呀，汗都出来了。哎呦，
欢迎荣幸上海人啊。嗯，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然后上海是我的家。从上海起步，然后这次又回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以前也跟上海国际，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2007年的时候，我记得带了上海红美丽，红美丽，对对对，谢谢，来到了上海，参加了金爵奖，所以真的是心里很感慨，很兴奋。嗯，我们也很激动，也希望有更多跟上海有关的故事啊作品能被呈现啊。 So now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ggie. Hi Maggie, welcome back. So we know last time you came to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as your movie Mission Impossible 3, which was very impressive. Oh, thanks. And this time you're here to present a word for us. Yes. So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ould like to say to our Chinese fans? And also, what's your new impression of Shanghai? Oh, well,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how much it's changed,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city. It's nice to be back. I think everybody needs to be out again. So it's just great to be here. Thanks for having me. I think the last time I was here, I was much younger.Much younger. Not, you're still very young. So, 我刚才问 Maggie, 我说之前她带着碟中谍三来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那这一次来为我们做颁奖嘉宾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她说上海变化很快很多，但是她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然后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这里。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评委组，谢谢。嗯，我们一会儿内场见，请到我们的签名区，谢谢各位。Thank you so much and welcome.最后登场的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们，他们是评委会主席波兰导演演员杰兹斯克利莫夫斯基，评委印度导演演员兰迪塔达斯，印度尼西亚电影导演加林鲁格罗，德国著名摄影指导卢茨赖特迈尔，中国演员宋佳，中国电影人文燕，中国导演张律。我们要感谢各位评委们的辛劳付出。杰兹斯克利莫夫斯基曾于2016年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兰迪塔达斯执导的影片《盲多传》入围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而加林努格罗是开启印尼电影工业新时代的旗帜人物。卢兹赖特迈尔曾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而我们非常熟悉的宋佳曾凭借主演的电影《风平浪静》入围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文燕曾出任多个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包括了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张律呢，担任导演和编剧的电影《漫长的告白》荣获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大奖。欢迎各位来到红毯上。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红毯仪式的直播现场。那此刻我们正通过 SMG 都市频道、东方影视频道为您进行现场直播，同时您可以通过咪咕视频、腾讯视频、百视通进行全程实况的收看。朋友们，随着嘉宾们通过我们的红毯步入到那场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的红毯仪式，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美妆品牌迪奥，指定珠宝品牌伯爵，指定腕表品牌积家，明星指定用车凯迪拉克，指定 5G 元宇宙战略合作平台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指定饮用水百岁山等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是的，朋友们，请稍后片刻，即将我们将进行的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的现场，稍后再见。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Please stay tuned. 再见。